第三选区的花莲县议员。那我今天来到凤林，然后跟扫街跟凤林的民众，然后拜托，谢谢，请支持我一票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拜托，那争取大家的支持。那未来如果我真的有荣幸，有机会当选的时候，我会在这边跟立委的联合服务处会设在这边，那为凤林这边的人服务，谢谢。谢谢，加油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他都是选上哦，我们这次凤林没有议员。他会服务处的设在这里，我也喜欢年轻人，对，来拜托了，拜托江美欣，很感谢凤林人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